最大男主角。提示。这不是我年代的，你是什么年代的？ Cupid Love， 哎，真的没有人懂的，真的，怎么破了？你懂吗？你懂吗？你我一定是以前陈汉伟演的啦，陈汉伟还在吗 ？So bad， 还在啦，还在啦，开玩笑啦。其实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这首歌曲是陈汉伟跟李莲一起唱的嘛。哦，你认识李莲？对，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他，蔡李莲，对，蔡李莲，然后也在替我们楼哥的一个制作。是编剧吧？以前迷恋后蛮喜欢拍这个叫什么？就是很短的那种电视电影。telemovie is part of the theme. This is a theme song from 那个七月俏佳人。Oh. 然后这部戏里面呢，就是朱茵也有演，然后她是演女鬼，对不对？听懂没？听懂。你也懂吗？我爱过我小时候。哎呀，我们的粉丝都是这个年龄的。可以看到。我那天看我们小妹妹没有来哈。OK 啦，哎，小丽，你那首你要唱吗？还是我唱？